大家好，今日为大家介绍九龙水塘。今次 Joey Walker 会一次过带大家行三个水塘，分别是九龙水塘、石梨贝水塘以及城门水塘。最后在城门水塘站搭小巴离开，全长约 7.8 公里。其实石梨贝水塘相比起九龙水塘和城门水塘会显得小少少，同埋离和走的路都相对崎岖和不易找，所以新手或者路痴都可以考虑在啱啱的金山路不要转上嚟，一路行都会去到城门水塘嘅。当然石梨贝水塘人烟较少，又自有佢嘅优胜之处，所以各位山友睇完片之后就自己衡量下啦。条片是这么多，今次 Joey Walker 转用了新的程式字型和特效，欢迎大家给点意见，等我继续改善。再一次多谢大家支持 Joey Walker， 多谢收看，拜拜。三隻一齊用，我一定好多實啊！嗯，唔彈喎。